一级咱学个啥呢？一级学个 E 能少掉点血。都帮我多打两下啊！来和我玩吧。俺们前期主要以发育为主。清野先清一圈儿，石头人一会儿 gank 一波下路啊。这把我先不去上路抓了，我觉得下路挺好抓的。大虫子前期我跟着大虫子抓的积木，感觉有点不是那么很好抓，小心点被反野啊。阿木玩阿木主要就是怕被反野，前期把跳弹打了。右边插个眼儿，往草丛里边拉。嘿，快回来！学个抠。谢谢七彩螺旋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那个惩戒留着，一会儿下去打野。好，回家，直接回家。蟹不要了，我们主要要下半段的蟹，前期尽量避免跟对面打野，正面交锋。先来个红宝石，这钥匙直接不要了，出个皮鞋。当他还是三级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四级了，我们直接速六，到六级螳螂都打不过我们。感谢猪小窝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这谁呀？侯赛雷又送东西了吗？还是怎么回事？真不知道啊。他们在刷屏啊。升个四级。哦，可以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没事，大树看见我们了，应该。我们帮这个日女儿稍微减轻点压力就可以了，也不用非得抓人，知道吧？好，这波往中走来，可以开抓了。这日女儿怎么回事啊？先来中，日女儿不管了。钱随便抓一下，中个 F 六。那螳螂才三级，看见没？迅速的把等级拉开。这波他可能没封墙了，但我们还是不去。去对面螳螂的蛤蟆跟三郎，先把三郎打了。他一会儿过来打野，一定是先打三郎。一会儿我们五级，他三级啊。别着急，把他下半的野给他反掉，快打这个蛤蟆，快点打，螳螂马上到了啊！OK， 往下走了，这边有跳弹，直接跳下来，可以干。没关系，必死，甜死。这个节奏就很好了啊！现在螳螂最多四级，我们马上六。回头看一下啊，
这不可以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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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上。闪现玉，舔锁，点，抢人头，一死，螳螂也死了。那我们可以去对面螳螂那蓝 buff 了，把他蓝给他打了。哎，看见了没？他四级，我马上六级。蓝刷了，把蓝再打掉，都是风风。这怎么还双杀了呢？下去把德莱文收了。哎，好像不能收啊。这一波的话，算了，这一波不杀了，这德莱文不杀了啊，杀不了。小龙，我估计他们不能打，他们可能会来我的红。我先把这石头人清了。啊，打龙了，打龙了，我们就清红。我现在有两个选择，可以，第一，我们可以直接回家，然后买一个日炎，开始去反对面螳螂的野。第二，我们可以赶快一波下路。我先把这圈野清了吧，清完野我们回家。把野清了，清完野我们回家。这螳螂不能打这个峡谷先锋，他不敢动。来和我玩吧。他根本就不敢动这玩意儿了。我们先扫一下啊。这他上哪敢动去呀？这波红惩戒留着啊，我估计这螳螂可能在红呢，我们去红找他呢。他现在打不够我，我们是七级，他应该是五级左右吧，差不多五级左右。去红找的，红没有，他就在石头人。我就直接这就来石头人，直接找他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哎，石头人没有啊？那在这里呢。这怎么人没了？这你跑什么？天哪！来和我玩吧。他五级，我们七级，看见了吗？日炎多少钱？2800，无敌了。游戏结束，没有人能打得动我了，已经，我现在已经就是可以杀全场，我去哪拿死人。先去一波下路走。你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哎，我。我们去找点朋友。你知道我有大招吗？你不知道，你知道你就不能这么玩了。先杀这大树来。就杀这大树就完事了。你看那德莱文打我都不掉血。螳螂在左边，点 A E， 再 A 扫描，往哪走？点，点 A E， 再 A。你德莱文能有什么伤害？是吧？
中路好像被压得有点惨了。这要起杀心了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没事啊，问题不大。闪现！哎呀，这亚索有点意思啊！先回家出个鞋都。算了，不出鞋了，算了，出鞋吧，来个鞋。呀！德莱文打着我了！哎呀！小戴，小戴在我阿木木面前也是个弟弟。小戴，吃我大鸟。Shut down。走，往下走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直接打来。直接大柱 ，A E 赏戒点。带征服者好了，没带征服者呀，不算那么太厉害。这余震差点意思。哎，真的，这大树一个人在这里守塔，你是真不怕死？我发现，你跟我打。哎呦，往回走呗，好走。从这个人的操作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对自己很自信，知道吧？他自信，他就一定会回头走位，我们就往回舔，必定能舔得到他。他被他的自信给击败了，这一波。去把自己的红给他打了。这中路怎么的要干没了呢？这螳螂怎么偷东西呢？嘿，快回来！我这一打二也费劲呢。行吧，这波石头人不轻了，过来杀一波人来。直接给我打他来！往回走呗，给大呀！对呀，给大！眼珠，大树也得死，没事。小龙没了，没办法，这螳螂就是偷东西。我们家人呢？这是干嘛？直接给他舔住，让他动都动不了。我们家中单不行，也导致我们的这个小龙啊没办法控得住，你知道吗？走回家，等我们什么时候能打个螳螂，再加个德莱文，再加个亚索的时候就行了。现在还不行。回家把反甲除了，然后把蓝林汉的，不能是蓝林汉的，这是什么玩意儿来着？恶魔之拥给他除出来。往上走一波。来和我玩吧。你俩都打不过他，等我来，等我来，我到了，可以打。
可以过来干他啊。不用害怕，往前冲来。我们非常的幼，他是打不动的。上高地，没人了，高地。我到现在还没有鞋，我得一会儿抽个鞋，赶紧拆，拆完赶紧走，一会儿亚索全收割，撤，赶回来就装逼就舔他，让他吹没关系，他不敢上。来，很装啊，喜欢装兄弟。我不知道我一个阿木木，你在我面前装什么东西。我不舔你吗？嗯，我们就克死他，他不是秀吗？我们直接一个大，哎，定住他都动不了。我们这是要去哪？这把出水银鞋吧，这有个积木，有个大树的，我把这水银鞋出来。他只要敢大过来，我们啪一个定一个舔，他就死，他就没有东西，他动不了，除非他出个水银行。这谁又吃我 F6 啊？来舔住惩戒一，哎秀，舔大树，大树死。舔住意思可以，来追着亚索，我看你能跑哪去啊？这么小个地图，我看你能往哪跑？被阿卡丽给杀了，你看秀来秀去，秀成个六五幺，能干嘛？这英雄，舔住惩戒意往前追，那塔打我都不掉血，给我意思了。这叫烫子140，挺便宜啊。那螳螂人哪去了？怎么这野区一个野怪也没有呢？亚索丝滑呀，丝滑在我这儿就是花里胡哨，没有用，我直接舔住。我一说大反甲加个日炎，定住舔住红惩戒，直接就三分之二血就没了，就剩三分之一血了，队友补点伤害死了。这波如果打输了，我们可能大龙会没。为了止损，我们先打个小龙。不过队友已经嗨起来了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，还是打过了一点点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先去打个红。你以为我要给你，其实我不给你。我这个功臣配不上红吗？嗯，谢谢大哥。直接打三个点儿啊！
给个蓝安慰你一波吧，给你个安慰奖，这红不能给他。我他妈无敌的一个玩意儿，我给你红，真是。化龙先插个针眼儿，直接让这边来，见着人就舔。来起飞，来起飞，螳螂呢？来飞哪去？我看你能飞哪去啊？我看看你今天能飞到哪里去？舔住，往哪走？我们有扫描。哦耶，这里是不是有人？没有人打打龙，亚索肯定是想推我们家中路啊。他想止一波损，我们不给他止损。耶，我们中路也不让他推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下路也不让他推，我们去下路。他十五级都打不过我，他现在十八了，他都打不过我。刷我石头人呢？我们就盯着他，我盯着你啊，我会盯着你的，我告诉你。我盯着你了，小伙子。嗯，跑得有点快，他跑得也太快了。嘿，快回来！直接过来舔住德莱文，闪现给大招，一下套惩戒，平 A， 刷积木。点住 ，A E， 枷锁呢？扫一下，死光了。哎呦哎呦呦！我看这么多人，你能怎么秀？我没有助攻，哎呀，有点难受。投降了。侯老师打野不行，小龙一条没有，大龙还是。